得太远。不管我随着风飞向到云间，我希望你能看得见。就算我偶尔会看惯迷了路，也知道你在等着我。小三，你先进去。啊。呀，俺们的机票，俺们的机票，快！小三，到酒店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应该来送送侬。昨日楼下当家伯伯也讲我了，侬出国，我哪能好不送侬？我要走了，侬自家保重。哎，爸爸都聊天了。哦。合同刚刚写了，本来想喊爸爸再告诉侬，既然侬来了，我就直接告诉侬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辰光差不多了，我进去了。你走了。走了。好。妈妈，电话。
以后我才意识到，这是我和妻子见的最后一面。女人的心，天上的云，此刻她的心早已不属于我了。当时她那副样子，实在是害怕骗局不成，会再见不到儿子。从此后，我同妻子就远隔大洋，我们之间的联系都将通过书信、电话，甚至法律文书了。
好，我们继续上课，请大家把书翻到135页。下面我来把这个课文念一下。二十，一座铜像。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，有一座半米高的男孩铜像。小男孩卷卷的头发，翘翘的鼻子，光着身子正在撒尿，真是又调皮又可爱。这就是比利时小英雄于连的塑像。500多年前，外国侵略者攻打比利时。好，现在我们大家来思考几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课文从哪一部分具体写小英雄于连的故事？先听一旁啊，一会儿。来，下一个。那可是个北京的感觉啊。怎么回事？我上家长没用的，你的家长可以去到隔壁小杨说了，叫一个两说。好了好了，你两个好吧。说的话，你家长不用干掉。我可能是去委屈。啊，我委屈哪里呢？这个教育工作呢，阿拉有的做吧。那教育工作做啊，做了白少我省省也。这个事情阿拉晓得，好吧？把这两个。我来就要帮我总管，我总参与嘛，来去呢。好吧。我希望还没做呢。啊，侬呢？哦，林先生，阿妈嘛，小豆子家长来了嘛？啊，侬来了。哎呀，那三个小人啊，名字实在出宝。尤其是乔多多，上次到我搿搭来偷抢电铃，弄得电摇、电力摇哭。搿桩事体呢，我把他校长骂得抽泣。哎呀，我等一下。啊，叫到处了。李市长，啊，李大人来呀，啊，叫他上来，啊好，叫他叫他上去，那隔壁两个直接开始啊。啊，谢谢啊。人呢？老师，他们都认识到了错误，跳楼了。啊？哎，老嘟嘟！哎，别跑，别
你们看见三二班的车子都好有表扬没有？没有。啊，他们都提前。你看见乔多多他们没有？没有。没有，去吧。老师再见。嗯。自家留下人呢，师兄。师长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我儿子回来了。哎，侬哪会想到自由来了？哎呦，阿拉屋里请不到侬呀，侬身价高哎，
所以要来找自家来看侬来啦。哎，侬就不要上我了。那，那儿子在学堂里闯祸嘞，吓得不敢回来，所以我找你送回来了。那下半年我就把学堂里叫得起来，这个小家伙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小人嘛，难免的。哥哥啊，有张阿姨来了，俺爸会得打我，我没得打你哦。阿姨，我爸爸最好了，从来不打我。进来坐吧。啊，来，进来吧。哪里就是你家家？哎，就在那这个。很好嘛。哎，我们昨天我到那玻璃就去不行了，阿拉不到就去弄了。这天我稍微忙点，有空我一定去。好啊。杨阿姨，是吧？跟侬坐啊。啊，我不坐了，我有事体，我先走了啊。好。啊，哥哥啊，下趟有空跟那爸爸一道到上一屋里去啊。啊，杨阿姨再见。再会。跟车上。哎，好，这能再靠啊？好，这位啊，这位。侬。哎，刚刚去说，刚刚不打我，弱智无悔。想要这几只，又偷窃本母，哼，不要我拦侬，对吧？没事。是爸爸，请坐。我去。请啊。是吧，请。我请客呀。嗯。本来嘛，今朝爸爸要带侬到外公外婆屋里上去。你好，现在辰光都来不及了，连么子都没理。嗯，哥明早去好了，一直明早就带去。你想过家，到阿爷阿娘里去。今天也不行，夜里向就是那屋里去了。好吧。哦，算了算了，侬也不要加点。哎呀，我是把侬搿窗户板子啊，搞到了一眼力气都没，肚皮来趟空城计了。搿么吃饭？侬吃啥饭？吃蛋炒饭。哎，妈妈来的辰光，侬勿定勿会吃那个蛋炒饭吗？我回去吃妈妈做的饭，回去吃爸爸做的饭。错气，我不记得。哎呀，侬可不能进屋，他不能进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帮考啊。妈妈，来了。喂，啊，是小娇，问我，哎。恩哥啊，昨日多久没来嘛？为啥？侬带了十个叔叔跟我一起啊？多多来学堂里出来个事体。好爸爸，我爸爸妈妈呢老早就来了。刚有份证以后呢，让我带多多到外面去一趟，免得一起一起。我想，今朝天气不错，阿公那天早上给侬调子，侬不是看过的嘛？你好像还没反对嘛？侬叫我讲啥？好好，搿么侬过来？哼，搿早起咯？啊？有啥办法？哎，别跟我东方清桑，今朝夜里向，你要拿多多平平安安带出来，听见伐？就那。好，小杨，钞票一道付啊。好好，今朝不能你们又到那个出发去。哎，这又去出发了呀！哎，有办法去。阿姨，阿姨，哦，不管跟他生气啊，哎，长得好看啊。
还想伊拉妈啊？对呀。哎，那小小哥哥们很高了吗？对呀，你到美国去嘞？是啊。哟，可是我趟头又出现，那好到美国去了。好了，跟我走。对啊，再来一个吧。走。哎呀，你的音乐也来了？会得来啊，晓得侬要来啊，我一早就叫娘娘答应一道来了。哎哎，开心啊！都可能他是老丫丫了，哎，当老丫丫，来呀来呀，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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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多多啊，当老丫丫表演一个诸葛亮出场，好吧？如果吃么子不打字，这啥事情？这小家伙不吃糖，知道啊？看到人多了就不肯唱嘞。哎，老家，侬就跟了一个孙子啊？哎，这小人蛮像伊拉妈妈。哦，那妈蛮好看的，我昨天看见过啊。哦，对啊，对啊。对老家，跟侬个媳妇哪能不来了？喏，媳妇呢已经到美国去了。啊！美国去？哎，老家，侬不来了？侬现在谁家门来是叫就叫着嘞？几点钟开？一点钟左右。哦，几个钟头到美国？大概十几个钟头吧。十几个钟头？哟，要到第二天天亮再到美国？是啊。哟，噶长的辰光。要拿伊摆到外公外婆里向去。哎，我看啊，小家伙放了搿搭蛮好，阿拉也冷清。有个勿会得啃的呀。嗯。阿爸了，对啊，伊拉搿家人家忒一个了。哦，这才听伊拉个啦。这放龙虾太老实了勿啦？多多在了乔家的孙子，放了老实。搞到啥地方才搞得过去？浦东太远，多多读书很方便。哦哟，啥浦东浦西啦？你不是爸爸的什么啦？哎，那侬打算哪能来？早听以后，你把那外公外婆里想去。嗯。英姐姐，我不想走啊！哎呀，我不想，我不想，我现在都下不来了。嗯，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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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哥，哥哥，你怎么神经啊？怎么抢你要哭叫？不行啊，不行了，烦你了。哎，哎，我不想，我不想。
多啊？大舅妈到美国去了，想不想伊啊？哎呀，无所谓啊，现在我只有生意嘞。老早妈妈看到我皮，要打我啊！阿拉爸爸从来不打我，要听我命令嘞。哪有那个吹牛逼嘞？哪爸爸会得听我命令啊？吹牛逼！爸爸，我完蛋，我管不得。好，爸爸。爸爸，快点过来，快点过来呀！哎，我来了干啥呀？我也忘了忘了饭去了。啊？爸爸，怎么了？你来。奶奶。我来，我来。快快点起来。知道了。爸爸帮五雷呀、啊、帮五雷呀、啊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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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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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家这位啊，这位，这位，哎，老三个，你叫上次娘啊，三娘怎么着？我说酒怪好了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位，这位，不辛苦他这些，好的，这位，好的，这位，这位，啊，这位啊，这位啊，啊，啊，好，老师傅，老师傅，干好了，干好了，好好好好，哎，好，啊，嗯。哎，喂，这边，这边，爷爷，那是的，是吧？啊，好，走嘞。哎，多多啊，刚刚还能表演，侬为啥不肯啊？哎，我不演。哎，哎，多多，像啥样子？多多，哎呀，这回是惊喜，那爸爸是金殿女，侬有啥不肯啊？你帮我管，我的爸，我要来我厂里当相声，这次真有劲哎！怎么弄个头相声是一个大个口口叫呢？哎，我爷，太对了，太对了。师傅，喊我。阿爸。嗯，哎，可以可以嘛，侬要演的呀？侬敢等到学堂里噶许多人面前演，是哪？不敢等到屋里搿眼眼人面前演啊？又不是我不敢演，陆小阳不来。你家的是哪一家？哥哥，侬这个相声我倒是晓得了。哪能？爸爸代替鲁小阳做恁家姨，好吧？好好好，来来来来，这是姨，来来来，姨姨姨。妈的妈的妈！推背吧，推背吧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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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哥哥，今朝搿只相声侬要敢演嘛喏？哎，搿瓶酒，我阿叔一口气吃光。当然挣了。好，不行。好了。爸爸，我赢了。来，阿哥，来了，来，来来来，过来，这边来，这来。快点。哎呀，辛苦你了，来来来来，来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过来来来，等一下，来来来，阿爸来。好好好好好，我有收的。好。哎，奶奶了。哎呦，是天没住了。咱俩说来像。好的。我们祖国的语言文化是丰富多彩的，真是这样，博大精深啊！哦，我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是吗？不是，不错，今天我算是遇上高人了，不敢当。我只要是说话，一般人学不了。您这话，是不是说了？太大了一些，不大呀。我说话，一般人学个三句。中国话，当然是中国话。我不信。中国话，别说是让我说三句，就是说三百句也不在话下。不信咱俩试试。试试就试试，学说话有什么不容易的？跟着你说不就行了呗？我说，嗯，吃到天边也好。吃到天边也好。哟呵，走到天边娘好。走到天边娘好。错了不是？嗯，我没错。我说你错了就错了。
哎，我怎么错了？我问你，我说的三句里面第一句是什么？哎，哦，吃到天边也好。那第二句呢？走到天边娘好。第三句？第三句你还没说哎。我的第三句就是错了不是？你怎么没跟着学？还说没错？啊？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哎呀，把侬一根后吃。来，哎呀，个鼻孔来了。哦，哎呀，鼻孔来了哎呀，你摸的是什么耳朵？今朝来看，我就要到外公外婆里去。侬一定要光耀，我每天夜头来看侬。不要。为啥？阿姐打我。奶奶。搿侬不光嘛，只有因为那狗了。嗯。你老为俺这小姑娘吃啥了？啊，要么吃房子，要么吃票子啊！啊，我就想票子唔嘛，房子单拍呗。哎，你们把那个拿来做啥？做吃啊！姑哥，叫我再等等，我再等再等。那回来了。做啥？你看别人养老是项目，侬有本事自家去寻房子，寻好房吗？我有本事嘛，阿里也有本事哎！你家都提前认识啊？哪个拿不来到？侬要等等啊！我不要等，侬滚下来！我滚就滚那！哎呀，我白干啥嘛！到时候哪边来害我？哪边来害我？不要我！不要我！你干啥嘛？连我主人也叫一样嘞！侬说话嘞！好，出来出来！侬下面。阿姐。哎，阿婆，阿姐上去了。我要跟阿婆来。从今朝开始，侬就住在阿婆屋里来。阿婆等侬床也搭好了，看见吧？单被围得天天爽爽。不要皮，晓得吧？啊，那也不住这个香香，哎，搁那里香，没出来。不要皮啊！阿来哪能啊？还不是为着女朋友，伊比阿拉个房子，怪爷娘没本事，住搿排里个房子，还得爷娘住辣一道，出气出辣阿拉头浪向，又胖台子，又肥杯子。不要猜疑，虽然我没上火葬场，我还是搿一家之主，啥话都有管伐？哎，老头子，侬听到啥风声伐？道上了姑父讲，阿拉此地要批租呀，就是拆迁。我一算，阿拉只有三个人的户口。只能分一十半，分不得两间呀。要是阿文的户口现在还辣搿搭，倒好派得着用场了。讲种废话有啥用啊？阿文银行走脱了。哼，我想想，我真是前世作孽啊！啊，看看阿拉屋里向人丁兴旺来，其实侪是空的。啥人不晓得啦？户口浪向人数越多，房子分了越多。哼，刚刚废话有啥用？妈，侬看，
是不是拿多多户口迁到搿搭来？搿样子不就多了个户口了嘛？哎，我也是搿能想呀。好嘞，太平眼嘞，否则人家又要看阿拉做手脚嘞。搿种算啥啦？搿种事体太多哦。谁叫侬搿能板板老实实一本正经是人也好要做嘞？搿种事体要做才做得快。喏，回回伊拉住了，成都高高就搿搭。拆迁之前，户口全部在冻结的，一直来得及了。哎呀，好嘞好嘞哦，事体侪搿能个，刚刚容易，落实起来就困难嘞。好，我随便拿随便拿啊，我勿管。妈，侬放心好了，过两年我就拿多多个户口迁到搿搭。哎，好个好个，养儿子了，三哥养个讨债局，还是囡儿意思。谢谢你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嗨！哎呀，要进厂了，又要进厂了，是不是？对对，啊，好好，对对对，哎呀，真是的，哎呀。我跟你讲，没得电话啦，实在是不方便。人了没个嘛，都会什么电话吧？我得方便。对对对，你讲，你讲，哎，侬忙侬忙，收到没了？哎哎哎，好好，马上等我走。啊，行行行，当心点，等我，好好好，好，小亮，来来。喂，哎，哈哈，阿妈，乖女，是我呀，老爸呀，哎，好，奶奶，哦，那么嘞，哎，那边上，奶奶，一切顺利吧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这就好。哎，乖女，侬听好，多多已经是到阿拉屋里来了，接下去啊，就是按部就班，顺顺落实，啊，那不会有问题啊。那爸爸的事情嘛，不会啦吧？啊，不用关心啊。那妈听来，阿妈啦，要哭呀，侬要哭呀，侬放心好嘞，多多的事体阿拉会得去办好的。小乔已经答应嘞，大礼一操嘛，小乔马上进颜色，小乔就答应嘞，哎，哦。侬放心好嘞，一步步来。等户口一到嘛，那爷就好到多多去办护照嘞。哎哎哎，就搿能好嘞，好个好个。哦，搿么就搿能哦。对了，哎，侬自家身体当心哦。哎，伢作业像你这样。
左手跟粗糙，右手你的左手更温柔。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世界上面最最最最好。